姐啊，你食较紧，你看，拢食完啦。嗯，食饭是袂用急的人，无是会拍歹身体呢。也毋过，你上班要袂赴啊？阿妈，你若干那伫咧食土豆配糜啊，啊其他的菜拢无爱食，你是无爱食是毋？我干那爱食土豆啊。是啊，要白富啊啦，进来啦。无啊，恁两个到底是在创啥？无啦，我要送阿姊哦去上班啦。你要送伊？嗯。你若无车，你是安怎送伊？嗯，行路啊，行路到车头啊。恁阿姊也毋是毋捌路啊，怪你陪。你家己若白富，你就先行嘛，对无？甲你顾好势好啊。阿爸、妈，我来去上班了。啊，我说你，我来去啊。姐，我替你来。姐，来啦。这卵婴啊，在咧比什么棒？想嘛知啦，一定是郑创啊，毋知要求因阿姊哦创啥物。我想嘛是安尼。阿爸。阿爸。怕啥？来过奖节。嗯。过奖上济钱啊！你电视看有欢喜无？阿桑啊，即马无电视节目啦，爱中昼才有呢。金山啦。啊。再我转来南投。无，无喏，阿桑啊。你是毋是想讲哦，遮无所在好佚佗？有啦，真侪所在啦。我甲金山哦，带你来去，好无？好哦，卡上。哦，咱来去干啥算好？哦，坐船啊！好好好，坐船啊啦。要坐到新船个。啊，恁遐敢有百货行？哦，有啦，有啊，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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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友好父母都是爱，让因不时拢感觉着真欢喜。看到卡桑看衫看甲遐尼有趣味，我嘛跟伊安尼欢喜起来。是好啊，袂啊，哈！来啊，来啊啦！卡上来啦，是你啊！哦，你看啦，卡上穿安尼有水无？卡上水呢？会生花袂？袂啦！你安尼有介意无？有，足欢喜的。哈哈哈！少年人，乌托邦创安尼大声，吵死！金山啊，啊你莫起来讲一声，怎会安尼哦？伫里饲个？我先等。这车啊？哎，爸，这是送啊啦？啊，这车是啥个？我买啊，你看，这台新车嘞，有赞无？你买？系啊。啊，你哪有钱好买啊？啊？我知影，我知影。一定是你阿姊提钱予你买的吼！早起我就看恁两个人，毋知咧比啥物梦，原来是这件代志。
这阿姊哦，要买给我呀。贵机是安怎要买给你啊？贵机遐个钱哦，拢是买来做嫁妆的呢，是不是？你要求恁阿姊哈？恁阿姊才把钱借给你？嗯，无啦，真正是阿姊哦，家要买给我的啦。伊讲哦，伊要欠嫁妆啊，嘛叫我卖害啊，因为哦，伊无要嫁啊。贵机无要嫁。是安怎无要嫁？我哪知阿姊安尼讲的啊？贵机是安怎无要嫁啦？你卖看我，我嘛唔知啊。金山啊，嗯，啊，你看我吼，是毋是应该去找贵机啊问一下？啊，伊讲伊无爱嫁，啥物意思啊？啊，你卖紧张啦，卖听进从你胡白乱讲。也毋过，贵枝哦，拢无爱交男朋友啦。你看秀莲拢比伊较早嫁。哎呦，你嘛咧奇怪，迄是个人缘分无同嘛。啊，贵枝即摆只是缘分还袂到，迄等下姻缘到的时阵哦，看伊嫁还是毋嫁。哎呦，不过我嘛是够足烦恼的啦。啊，我著感觉讲贵枝哦。甲一般的查某囡仔无啥共款。啊，平平拢是查某囡仔，哪有啥物有共啊无共？若真正要讲无共哦，就是讲哦，伊自细汉哦，比较较乖、较捌代志尔啦。你莫听进从咧胡白讲，啊，你即摆就开始咧胡白想。啊，紧困啦，紧困。好啦，好啦。在厝吼，金花啊啦，因某啦，遐囡仔衫拢嘛我咧洗。袂用的啦，你是我的大家呢，应该哦是阮甲你斗洗衫，哪会是你甲阮斗洗衫啦？搁再讲哦，厝内面有迄落洗衫机，真方便啦，衫哦掷入去哦都会用的啦。哎呦，洗衫机洗袂清气啦，哦，那是安尼用手暖较清气。我伫餐庄吼，拢安尼牵去迄落溪仔边洗咯。较强啊！真正是新衫呢，啊安奈着伫洗啊？毋是啦，昨吼，我穿得吼安奈感觉杂杂啦，迄可能要做诶时阵无落水啦。啊，我想讲吼，甲落一下水吼，安奈穿吼较嫩较好穿。加上加上，我来给你倒洗就会用的啊啦。放下放下，你来去休困啦，来啦。哎呦，我着做惯势啊吼，啊你即摆若无我做吼，我会艰苦啦。来啦，来休困啦。我着安怎安尼猫，安尼叮当啊惯势啊。卡桑，你哦做有够多啊啦，啊咪小坐一下，啊看一下电视咧吼。啊，佮状况有歌戏无？这个时间可能无啦，看有甚物唱歌的无啦哈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咱就来听。来来来，卡桑，徛坐好无？嗯嗯。哎，卡桑，你天听无法咯？对，安尼有福报哦。安尼啦，哦，安尼穿到遮美，你是要出去呀？啊，我就刚离家哦，前几工啊，甲一个会员已经约好啊，要去因家行行啦。啊，顺便要来去收迄个功德金，甲送画刊，嘿。安尼啊。啊，可能哦，嘛会顺路去看离家因阿母啦，可能较慢转来，吼。啊，咱我煮暗顿，等恁转来食。哈哈，免啦，卡桑。
你若家己想要食啥，你就煮煮来家己食，免等阮啦，吼。啊，又无差迄撮时间啦，我会放等恁等来食。啊，我先来去啊。好，啊，卡桑，我来先来去，好。你坐就好啊。阿三啊。嗯。500块银花。你要钱啦？哎呀，我甲上家囝讨钱，得阁甲你讲原因咯。好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来，一千给你啦。无啦，这3000块，我要500了，500。嘿，500。有够无？有500就有够。哟，啊，恁去，恁去。好。我来。甲上先来去哦。好，好，进去。来哈，买鱼，买肉，买沙卡纳，买乌达。佚佗几工啊？老大人哦，爱较常出来行行的哦，安尼嘛较袂无聊，身体嘛较会用。丽娇啊，恁大家哦比我较侪岁，你若要甲顾，爱较注意的了。啊，物件要煮哦，食爱煮较烂的哦。无老大人个胃肠是真歹哦，啊，毋通煮伤咸，嘛毋通煮伤油呢。我知啦。阿母啊。阮母啊，甲人无共啦。伊庄脚人呢，啊，当年伫种田，身体真好，胃肠应该嘛无问题。安尼哦，安尼恁老母吼比我较有福气呀。啊，对啦，我厝的吼有准备迄高丽参哦，买予恁母啊食啦。迄老大人食了真好呢，下顿予恁大家食有听的无？阿母啊，免啦，阮母啊无啥爱食补。伊食袂惯势啊！哎呦，你毋捌啦，迄对老大人真正足有帮助的呢。啊，你着摕转去互食，啊，食了若惯势哦，自然就好啊啦。林三啊，阿母都安尼讲，你莫搁提起啊啦。无啦，阿母啊，多谢啦。哎呦，顾讲话啦，丽娇啊，恁两个哦，还袂甲恁阿爸念香的呢。规日哦，住在恁家，看恁三顿拢食青菜，欠钱省钱，也毋是省一款的啦。食青菜虽然好吼，啊，你这三顿哦，若无一寡迄落鱼草啊肉吼，我那袂用得啦。啊，尤其是金山啊，你迄肉肚的，哈，
迄一顿无肉都食袂落饭的人，啊，所以我甲你讨钱啊，啊，我就去安尼买，安尼办好，坐走啊，坐走，互恁食一顿安尼坐走。卡桑啊，你误会啊啦，阮这毋是欠啦，阮即马哦拢改食菜，无食醋啊呢，嗯。你是讲恁即马拢食素食咯？啊，是啦，自从阮哦加入迄主席公德会了后。阮哦，都拢食菜啊啦，啊因厝内面哦，真久拢无食饭呢。对哦。安尼哦，安尼无，即个老囡仔当来好食。较上歹势啦，啊囡仔嘛拢对阮当地食菜咧。安尼哦，啊你无较早讲，啊我安尼煮安尼一道啦。无要紧啦，较上，啊你用个家己食。我家己食。 阿婆呀，哎呦，那么快些，就会把我讲一声啊！进来，阿都进来，叫你给哥哥送顿啊，你都无进，现在叫你拿遐炒我来。好啦，切好啦，哦，哎，我先上来看车运力啦。哎呦，哎呦，老空间了，气色真好呢。你嘛是。 赶快，来来吃饭。阿青嘛，吃饱吃饱啦。吃饱。哎呀，阿青哦。坐啦坐啦。阿青坐啦坐啦，坐啦。阿青豆腐啊吼，坐。阿青坐来爽哦，想你扛啦。阿嫂，阮阿母哦要送你坐啦。哎呦，安尼破费，你真贵了。过来三只贵了。好啦啦吼。对啦，是讲青嘛。 你大只哦，都来习惯无？哎呀，啊金山、金花啊，拢嘛都变成囝。哦，啊不过吼，金山啊只吼，食的我较袂惯习呢。食袂惯习，啊是安怎哟？啊，因一家到啊，都拢吼食素食啊。啊，你看我今仔日安煮一顿哦，啊，拢无人去叮当啊。啊，无钱嘛，你要转去，啊，拢包包转去好无？哎呦。 无喏，亲嘛，啊，上前哦，阮老的都死无偌久，阮即马规家口嘛拢还搁咧食素咧。安尼哦，啊，是讲亲嘛，食素嘛袂歹啊。咱老大人哦，爱食较清的啦，食素哦对咱身体哦，迄健康帮助偌大咧哦。食素哦，嘛会安尼积德，还搁会添福报了哦。安尼哦，嗯。 金山啊，啊，啊你恁安尼食素食了，人感觉安怎？嗯，哦，变好较好呢，无较歹呢。安尼啊。嘿啊，唔那安尼呢，加上自从阮哦加入迄主席公德会了后，金山哦连粉拢改掉啊啦。真的？粉改起来。改起来喏。金山啊，哈。 哈、啊，你分也改哦，哦，我作想要改，你唔敢讲，是我试看卖啊哩。你若要改分哦，你就要家己组织公德会啦。啊，为什么都爱参加公德会？敢讲公德会是改分的组织？伊不但是一个改分的组织哦，啊，佫会当改酒、改叫，甚物歹习惯哦，你若家己组织公德会哦，拢有法度改啊。哎呀，你莫传伊乱讲啦。 主席公德会哦，唔是安尼啦，而且哦，伊的改分哦，是因为伊去花莲哦，政府去，听师傅讲一句话哦，伊才改。金山啊，哎，师傅是讲啥？啊，你哪会遐尼听话啊？连分都改掉哦。讲实在话哦，唔是讲师傅讲了啥物话，只是讲哦，你若看到师傅的时阵哦，你有感觉哦，师傅啥物代志拢做会到，啊，咱达波人哦。 啊，恁改一个分，就做袂到，迄感觉足见笑的，迄无改袂用。哦，安尼，这个正阳师傅莫非有神通？哈哈哈！卡啥？不是啦，正阳师傅是阮主席创办人啦。哈哈哈！主席是啥物主席啦？主席哦，伊是一个功德会啦。啊，阮哦，当年哦，拢救济足济善财。 佫做足侪善事的，我哪就冇听到哦，伊讲。
讲着无看，着观看。啊，这着爱好嘅人才会当参加。无啦无啦，卡桑啊，其实哦，组织内底嘅人哦，甲我甲金山哦，拢同款啊，拢是普通人啊。啊，钱也无偌多啊，遐毋过哦，你看人若一个多哦，钱着多，就法度做迄大代志啊。你看即卖迄个正连师傅吼，想要去病院啊，啊吼，想要讲会当个甲迄个善恰人斗三工。我甲金山哦，即卖哦嘛伫斗三工无款呢。安尼哦，哦，安尼即个正连师傅有够牛的啦。钱嘛，我看哦，你甲我同款哦，对这正连师傅哦，足好奇的啊。啊无安尼啦，咱找一工啊哦。叫你叫我带咱来去华莲，啊拜访迄个正严师傅，安尼好无？妈哦，迄坐遐久的车吼，我会晕车。唔免烦恼啦，卡桑，我甲金山啊吼会照顾你啊。嘿啦，千嘛，啊咱都哦，哪坐车哪开讲，莫甲想哦，就袂晕车啦。安尼哦，啊无到时你若要去，我来甲你斗阵去啦。安尼咱就安尼讲定哦。嗯。我要回来南投，金山啊，载我回来。当时要回去啊？今天哦，光光日头，还袂暗的，载我回来南投。真忝啊！卡桑啊，明仔载哦，才回去啦，莫这么着急啦。妈，我真要回来，我回来看景物啊。好啦，对啦，卡桑讲要回去啊，无我就载回去南投啦。我来换衫啦，吼。好。卡桑，小坐一下啦。桑啊，啊是安怎哦？突然间讲要转去，是毋感觉讲台中无好佚佗啊？无啦。卡桑，啊你搁会记得哦？甲阮阿母约讲哦，要去看迄正严师傅的代志无？无想要去啊啦，啊我想要转来啊。啊，卡桑啊，金山啊，转着较紧的啦。卡桑，我来摕就好啊啦。我要回来看景色啊！啊，遐菜吼，唔知有甲压无？我爱回来看卖。哦。阿桑，再过来呢哈。阿母啊！阿母啊，你紧开门啦！阿母。拜托的啦，开门啦，阿母。阿兄，阿嫂，袂晓啊，你回来上拄仔好啦。阿母哦，最近毋知安怎，啊心情阁无好啦。你回来吼，看有啥物办法啦，小甲苦劝一下无啦。啊是安怎啦？阿母哦，会知哦。甲爸的相片哦，摕伫房间的啦。啊哦，已经几工啊啦，啊唔食饭啦，啊唔饮啦，我是惊讲唔知发生啥物代志无。啊，今即摆是要安怎？啊，是安怎会安尼？啊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喏，啥物代志发生啦？袂晓啊。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阿母啦。啊，有时阵就安尼好好啦，啊有时阵歹啦。啊，有当吼，伊嘛安尼欢欢喜出来吼，甲阮大家安尼开讲啊，搁看电视啦。啊，有当吼，我要甲热汤门都唔肯啦。啊吼，拢伫房间内里面咧哭。这个代志我咧拢唔知啊。我搁想讲，伊已经看开啊咧。唉，老大人吼，身边也是减一个伴，哪有遐尔简单就看会开啦？我来试看卖好啊。
母，我累娇啦，我等来看你呢。阿母啊，是累娇啦，紧开门啦。阿母啊，阿碧在房间创啥啦？阿咪出来行行的。累娇啊，你扶我来去客厅坐啦。娇啊，等下要看你呢。阿母啊，啊恁来搁安尼啦？你敢讲袂记师父讲的话？万法拢是因缘生灭，一代人尽，各归前尘，互不相干。这么思念阿爸，对你家己的身体无好，其实对阿爸来讲嘛无好，不但来增加伊的压力，而且可能会害伊无法度长生。你看你家己，我是愈想愈伤心。阿母啊，我感觉你即摆应该爱专心念佛，回向给阿爸。啊！你唔叫我都甲阿爸斗三工，我阿爸伤心啊！会叫我，你讲这哦，阿母拢知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阿母，你来阮家哦，住一阵仔啦。有当时哦，换一个环境哦，迄心情嘛会改变的。我无爱啦。一间厝哦，有恁阿爸伫遮，我要住厝的陪恁阿爸。燕妈，我住厝的陪你吼。你明送卡送转去南投，啊，咱这么紧就转来？哦，这也讲啊，我着伫南投转来，那阮母也袂转来啊。阿兄阿妈，你是去对啦？我去阿兄因家啦，我着想讲，我已经送卡送转去啊，我嘛顺便去看阮阿母。谁知影阮阿母今日心情歹啊，甲家己哦关伫房间内底，抱阿爸的相片一直哭，唔肯出来。啊！伊毋是受足亏啊，哪阁变到安尼啦？我嘛是安尼想啊。也毋讲美霞讲哦，其实阿母哦是时好时歹啦。啊，因为哦，伊无甲咱同，咱拢毋知啦。咱看到啊，拢是好的时阵啊。我想哦，咱甲阿母接过来住啦。安尼平常时哦，咱嘛应该甲伊苦劝啦，哦。我有讲啊，也毋过哦，阿母伊都不爱啦。因为阿爸是伫阿兄因家往生的，伊感觉阿爸哦拢伫个遐啦，阿母讲是想要陪阿爸，唔愿意来啦。哎，就是常常安尼想，迄心情才会一时好一时歹。我嘛有甲伊苦劝啊，啊伊都唔爱听咧，啊伊伫哭啦。今仔日阿兄哦嘛是苦劝伊规半晡啦。想一个办法，阿母哦，管得落去哦，袂用的啦。我即摆想想嘛，有啥物办法好想啊？啊，不过我看哦，咱最近也定定去陪恁阿母啦。无你卡吼，咱爱陪恁阿母吼，伊就较袂安尼乌白想。哎，丽娇啊！啊，唔食阁有。来啊来啊啦！
哦，啊，真功夫啊，真贵哦，先走嘞。就一空尔吼。阿哥有啦，内底阁有一段空，请你阿只公司啊，内底公司哦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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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无时间去恁遐，甲恁收功德金，啊，搁麻烦各位哦，甲这功德金送到遮来哦，真正互我甲丽娇省时搁省力，真正感谢啦，感谢各位。免感谢啦，咱通借这个机会吼，啊，大家聚一聚，啊，互相会当熟识一下啊，吼。对啦，有吃久有啉吼，所以就感谢恁的咧。阮颠倒歹势咧，搁互各位行这逝路。 无安尼啦，咱哪只吼，啊哪是讲得紧啦吼。对对对。好。来，我来。来，安，来，我是你家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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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拜托大家哦，来咱厝内面哦，交迄公积金啦，啊顺续啊叫阿母做伙来哦，安尼大家做伙这么欢喜哦，阿母哦应该去用感染着啦。我拄仔嘛安尼想，卡叔哦，卡上若住喺遮吼，看到拄仔迄个气氛哦，比咱讲一百句搁较有效啦，一定哦会加你组织公积会啦。哎呀，啊无安尼啦，咱下摆哦常常办这种活动好不？哎好。这是阮阿母啦，我带伊出来佚佗。阿母你好，你好，内底请坐啦。你看起来气色袂歹哦。马小姐，我给你收吼，迄个公积金啦。哦，吃拄好，我等你足久的呀。你算看卖啊。谢谢阿弥陀佛的。先生，这是阿弥哦。啊，无，伊是内交因老母啦。哦，无怪，这像内交的呢。阿弥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算好啊，拢无唔对啦，安尼我就收落来啊。内交，安尼今仔敢要看阿囡啊？哦，当然嘛要去咯。小芬，嘿，啊，无你带因三位吼去迄囡仔病房看下囡仔。好，你带我来。多谢。来，各位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姐姐阿姨甲囡仔阿伯来看恁哦。啊，都有一个阿妈呢。阿妈，阿妈，乖乖。阿妈，我要讲故事。阿妈，我讲故事啦。讲故事哦，等下阿伯讲给恁听啦。阿妈有带足多礼物要来给恁的呢，哈。阿母啊，把这礼物哦分给这小朋友啦。来，等下哈。来，大家拢有通好吃哦，来。来，小妹妹。
以上哦，是阮资济的会员，伊伫照顾的是一挂严重的囡仔。我甲金山哦，逐摆来收功德款的时阵，都会买一挂礼物来送伊。阮嘛希望讲阿母看到这囡仔了后，会当体会到生命的可贵，予伊的人生过了更加有意义。拄仔遐个囡仔哦，拢是得到感情的。因当年哦，拢住伫病院内底，根本会当讲是伫病院大汉的囡仔。啊，迄、那个马护理长哦，嘛是阮组织的会员呐。啊，伊就常常叫我甲金山啊哦来病院甲因佚佗。啊，阮唔只个拢顺续来病院内底，该收功德金。阿母哦，摕物件哦，遐个囡仔的时阵哦。哎、欸，囡仔哦，是欢欢喜的哦、喔，想来到阿母肝肠软一半，还佫会当予遐囡仔正欢喜，阿母感觉哦，我佫足有路用的呢。阿母啊，你当然嘛有路用，人若活伫这个世间哦，一定拢有路用的啦。只是讲哦，惊家己唔知影讲家己有路用所在伫底。其实咱的师父嘛有讲过啊，咱人哦。难得来到这个世间，就要知影讲哦，咱是毋是为着爱咱的人生来发挥了咱的功能，对无？阿母啊，你即马若讲开始哦，发心来要做善事，我感觉你的人生一定更加较有意义。我今仔日哦，才有这种感觉呢。阿母啊，嗯，无你嘛来参加阮聚会好不好？啊，甲师傅斗三工，较早甲迄病院起起来啦。好哦。啊，足好诶！阿母啊，你若教你煮这，我较内交就会使叫你师姐啊。师姐。啊，我是阿母呢，啊，即马变师姐，哦，安尼阿母哦，比较少年哦。对啊，今有代志，一个月该收的这个功德款拢收好。哦，应该拢收好啊呢。安尼哦，啊，今仔日我就当在厝里休困一下。啊，你今日创啥？哦，我想要哦，甲卡桑做一件衫啦。啊，卡桑就无喜欢讲迄布料哦，会安钉钉擦擦啦，我就先进一下。喂。谁敲来？唔知影。要找谁？唔知影。嗯。啊，你食到大汉啊，连一通电话也袂晓接，你袂晓问伊哦？我毋是无问啊，是遐袂去问，伊就挂掉啊。唔是啊，啊有讲啥物话无？讲是有讲啦，也毋过可能敲唔到。不管是敲唔到啊，敲到，啊伊讲啥物话，无你甲我讲一下嘛。伊讲，哦。伊讲哦，今日接我，电话就挂掉哦。哈哈，迄狂囡仔，迄是恁南投阿妈敲电话来啦。喂，金妹啊，拄仔是毋是卡上卡来？对哦，我摇对。阿妈。嗯，哎，老大人你就较娘的就好啊，安尼啊，好啦好啦，好，我知。丽娇啊，金花啊讲吼，伊甲卡上冤家啦，啊卡上就无想要带伊遐哦，讲叫我开车去甲伊接过来。哎呦，啊哪会安尼啦？好啦好啦，你紧去接卡上。哎，进厂。嗯。要陪阿爸去。我，爸，我甲客户已经约好完嘞，讲我今日要讲代志。今日礼拜呢，哈，还阁有工课啊？是啊。袂瘾，不要去，你讲一声。这是哦，歹经济啦，我袂赴啊，拜托吼。对吼。是嘛，囡仔哦，真正是，我来换衫。金山啊，趁你哦去接卡上的时阵哦，我去买一寡肉。买肉？嗯。买肉要怎？虽然讲哦，咱食菜。要唔过哦，卡上介意食吧，咱嘛爱替伊存一寡。哦，安尼我等你哦。
我嘛顺路买一个叫新的鼎。唔免啦，唔免买新的鼎啦。啊，卡上唔是爱食肉，对哇？啊，当然嘛买一个新的鼎。无要紧啦，我会拜托隔壁阿霞佬替咱煮啦。好嘞哦，那个巧嘞。我来哦，你拢做这给我吃。好啦，那是卡上介意吃吼，我都拢做给你吃啦。好好好。阿妈，你这届来敢会待真久？真久。真实的哦，安尼足好个呢。啊，你有想要去什么所在佚佗无？我会当带你去哦。阿妈，你讲的足久哦，是偌久？会待到后个月无？啦。会待到明年哦。啦！啊，真臭啊！你莫闹啊，好无？互恁阿妈好啊，食饭啦。哎，啊，这正常啊。正常啊，去做兵啦。哦，去做兵，好，安尼我要到甲伊做兵转。啊，阿妈，我听唔对无？正常做兵，过年晚呢？你甲我滚笑，我嘛甲你讲酸笑。你啊，你啊。你要甲恁阿妈闹，啊！恁阿妈头壳比你较清楚嘞，你。对啊。啊，食足饱，食饱吼，卡爽。来来，去听坐啦，啊，顺便哦，看一下电视。今日看电视。哎，这么可爱哦，哈。油莲花啦，对不？小姐姐，我转头你看。种草恁吃，也不过这拢是金山种的花呢。花草袂吃着，恁拢熟悉，我种我菜，恁吃原来是较实在。
生一条路，欢喜自在。人生一条路，欢喜自在。